你前面那个热闹在干啥子？等肚子稍微点塌了。你那个铁皮皮怪是啥子啊？看起来多炫酷！吃萝卜汤，陪我卷转弯去，快点，不然我们要冒火了！冒火冒啥子火？老子把你们龟儿打成哈臭臭！这明早他要把龟打成哈臭臭，弄他！很好，你们成功把我给冒火了，去死吧！看老子好，冒三丈，烧死你们那群哈人！哈哈哈像你好鬼畜那个人，居然敢光天化日的开外挂！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我今天必须变成铠甲勇士收拾你！真的是放火烧伤脑的，做穿那种事情你都不晓得吗？正义的铠甲勇士登场，谁能挡我？狗子的钢铁侠，老子铠甲勇士刑天一喊打得你喊爸爸！人脸识别启动，不要再发光！嘿，铠甲后天，铠甲勇士刑天闪亮登场！嘿。启动超级变换形态，巴扎嘿，雄起！呜，铠甲勇士一点闪亮登场，钢铁侠你拿命来吧！拿命拿着命，哪里的狗命？敢侮辱老子！老子一会儿让你晓得，钢铁侠都是铁打的，放走把一人发光，钢铁侠闪亮登场，甩都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钢铁侠，按照橱窗撩一脚。哎呦，你是土豪玩家吗？一辆车说抓爆都抓爆。不好意思，有钱都是人心。看我超能力，爆能力，老子还不是超能力。出去，巴拉拉能量，还是要让我躲秘密。哎，你有没有在啊？看老子魔法激光包，给你打成个哈包。哎呦，我怕你那些哦，看老子一刀两断，用一身鬼脚给你打爆，火鸟手电直接打出来。老子反手都是一个大，我都问你怕不怕？哎呦啊！嘿嘿，晓得我的厉害了噻，啊！我怕你妈的哟！抽钱！老子今天一定要收拾你，信用卡刷爆了都不存在，再烧一百万！你有超能力还不得了吗？我还不是有超能力！老子左进龙右百步，中间纹个二百步，一刀给你砍成两半，把你弄回去两半！耶，让他跑脱了哎！还有点行噻，在关键时刻打开了时空之门，那小孩跑哪去了？呀，帅，刚刚那个人好凶哦，估计那门是活不成了。钢铁侠，你咋子了？哎呦！钢铁侠，你没事的噻。绿巨人，钢铁侠咋子了？他那个咋被他打成报废了？是他给，是他给，你醒一下。呀，算了，他死个了的吧？不对不对，他没有死，我听了一下，他的心跳还在跳，只是刚刚给别个打架把他电池打爆了，现在没电得了。呀，算了，他不可能都一直能够睡下去噻，还要配复联四的嘛？哪个下的毒手？看那个伤痕，应该是中国的铠甲勇士干的。他伤得有点重，估计那辈子都是植物人了。除非用啥子话来刺激他。钢铁侠的是我。耶、哈哈，果然那招有用。呜、啥子情况？没得啥子情况。绿巨人成了你老汉儿。啥子？我多了个老汉儿了。